谢谢大家。32年来，我们秉持着推出优质节目作为己任，以最耀眼的星光，不断创新内容，已经准备好了，嘉义全心投入，拼尽全力，只为给你最好的。真想看吗？小波波，恭喜获胜！年度戏剧，想见你。由衷感谢有你的相伴。